나 중에 돈은 없잖아 정돈은 없잖아 바람잠을 얼른 거머 열은들어 중에 밤 없잖아 전밥잖아 위성을 없이 열카면 나 줄곧 밤 없잖아 샷밥잖아 나 총업은 못 먹을 뭐노터 뭘 날름 저름 없잖아 초롭잖아 나 총업은 못 나와라 주설 맘을 년 어영 총을 년 Dil damga qolara langwayını, şıqpa çarır qartonu yını. 好像是姑母。姑母？嗯。哥哥，姑母让我们母女兄妹受尽折磨，不能见她。我得去把桥给拆了。我现在就去。不要拆桥，我是来见你们兄妹俩的呀。我知道你这个魔鬼姑母来了，所以专门来拆桥。侄女说得对，现在我非常后悔，所以特意来见你们两个，向你们忏悔。我一定要见见侄儿。让我见见他吧。哥哥，姑母，我亲戚观念已断绝，尤其是对叔父和姑母更是断了念头。当初你们抢占了我们的财产，把我们害得很苦，后来我修道乞讨布施时还要加害于我，再后来又骗取了我们的房屋和土地。想起这些，我根本不想见姑母，所以你回家去吧，为来世的去向做好准备吧。从前的事儿啊，侄儿，你说的对，所以请你原谅我。现在我诚心诚意向你悔罪，无论如何请求你们兄妹见见我。如果你们不愿意见我，我就死在这儿。哥哥，你干嘛？你干什么？哥哥，你疯了吗？北达，是姑母害了我们，你不想想？北达，是她害了我们。北达，对于败坏金刚世界的人，即使喝同一地方的水，都要中他识破世界之臂障。但他并非败坏佛的三位耶戒者，我是佛教徒，一定要无怨无恨地去见。这个，慢点，哥哥。你过来吧。好，谢谢。哎呦，我快了。
尊者向贝达和姑母讲因果、传正法，使他们也成了自然解脱的瑜伽士。没有吃的，也没有柴火，我看先去化缘吧。先捡些柴吧。怎么起风了？这，哼！从前在山上修道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断除我的热心呢。未断除我热心，这法修了也没有用。喜欢布料就把布料拿走，喜欢柴就把柴拿走吧。他真比东西的马尔文学整个东营他路马尔文这这马尔文穷龙下的穷呢前在那真的可怜冷马冷真的可怜我等我过去呢盘山地都没得马尔文学地大大就那嘎巴冷阿姆给穷营家人都有马里拉个不得没得嘛地大大就那嘎巴拉萨库尔塔尔昂昂家人都得拉马宁尼站大爷都得动你做了没得我都拉从你干嘛的一动我说起快真的真的徒儿大力
你为什么悲伤地叫我？你是否事先放放账债，小主业障，或是官修得到正业？不管怎样，我和你时刻不分离的。为了弘扬佛法，造众众生，你要勤奋精进，将来你会断尽轮回。尊者的弟子，正如本尊空行给尊者受记所说那样，果然收了如红日一般的达波仁波切，如月亮一般的共堂的热穷多吉扎巴，如流星一般的金龙恩宗的向丘伽波等八大新传弟子，收了新叶热巴、轮叶热巴等十三亲近弟子，还有贝达等亲近弟子中的四姐妹，这些都是获得地道究竟的25位瑜伽男女，还有赞沃热巴等已经亲见实相本来面目的开悟者和解脱轮回的弟子，有如群星，共达百人，升起自然验证，功德增长，得殊胜觉受暖相增长的大士有108位，如法修习获得道要的大修道士男女有1000余位。至于结得佛法善缘、永离恶趣之弟子，那就多得不可胜计了。这些都是人间的弟子，还有非人的弟子，如长寿王空行母及领蛙普生麻等善神，也不可胜计。他们也在为众生做善事，为弘法而努力。有一次，尊者在卓德刚讲法时，安宗敦巴向丘给尊者说：上师大宝，您是佛还是菩萨的化身？请开示。我自己也不清楚，就算是三恶道变化来的吧，只要你们能看成是金刚持等佛尊，就能得到加持，所以要敬信才行。至于你们想我是变化身，这是对我升起清净相，在教法上说，没有比这再大的邪见了。这是因为你们没有真诚修法的要义。总之，由于无上妙法的力量，如我这样，前半生虽是罪过非常深的一个凡夫，后来相信因果，三门专一不乱，勤奋修持，具成佛，便为期不远了。尤其是受到具有德相的上师教授，得到密宗要门和经义，受到无世俗名利屏障直指现见的灌顶和教授，在此基础上能够修习的话，今生能否成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一世造就十恶五无量大罪，生命告终后是否会坠入无间地狱，那也是不必怀疑的。因为那是对于因果没有信仰、勤奋太少造成的结果。而诚心诚意地深信因果，认真思考轮回和恶道的痛苦，那么静心和努力修法也并不难，像我这样勤奋就都能达到。如果不信因果，对于粗略的因果都不信仰，经常讲说空性，使用许多隐让，也好像很符合教理。其实真实的空性比这更深奥，就很难了解和信仰了。如果相信空性，就会了解到空性本身其实就表现为因果，这样自然能对因果进行取合。总之，一切法的根本就是相信因果，所以对于行善止恶的行持一定要慎重和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初我还未通达空性之意，但深信因果，因此造下了那极大恶罪之后，我才对上师产生了恭敬，对修行勤恒坚定。所以现在你们都要相信因果，而致力于密宗的实修。我也是甘愿在一、十、
名声三方面吃亏，克服种种困苦，独具空山静修，才升起正念功德的。你们也学我这样刻苦求证吧，这样解脱轮回的事我都可为你们做担保了。哦，格西扎普巴。哦，我们在举办一个大宴会，我是特意来请您的。啊，敬请光临。可以可以啊，好好。今天这个宴会中，我要坐最高的位子上，聚会的人多，我一定得到雄厚的供养。现在快点去好。啊，侍者啊，快点走，施主们等着呢，不能太慢了。哎，你这么大的上师，施主们一定满怀欣喜的等着呢。嗯，我会照办的。大人，您穿上这靴子吧。好。还有这顶帽子。您都戴上。好。哎。那我们走。走。大人，您慢点儿。哎。看着台阶。瑜伽行者，您请用。我们也来尝一尝。对，还不错。真不错。很好，很好哈。不错。我要抽根烟。好，谢谢。谢谢您，谢谢您。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好，大人您好，大人你好。哦，他坐在第一位，现在我向他顶礼，他一定会从首席上站起来给我回拜。这样聚会的施主们就更能了解到我是大上师了。我这样一个饱学大师给他这什么都不知道的村夫行礼，他公然不回敬，我得好好的羞辱他一番，让他难受的咬手指头。对镜本性的显现，这量由其自性评比，何时显现它就是所量，
量和纳量的结果是识别及心意识，那都同一位区分。识对境与对实境及区别之时等等。请瑜伽师你为此加注解释，详加阐发，为我释疑。格西，为诸大论点的词语添注解释，你自己也会的。至于对其实意加注解释，就是舍弃世间八法，平等而住，调伏人我执，生死涅槃，圆融一味，调伏法我执，不外是坐山实修。否则，若不讲实修，只满足于文字的辩解，没有意义。我没有学过，也不知道，纵然知道，也忘记了。我若以法相的正理推断，你讲的都毫无道理，我再给你提问题，你就会清楚地发现你自己有多愚蠢呐！格西啊，请你不要吱声。像你这样的出家人，即使多的把大地塞满，也顶不上尊者一根汗毛。只有财产方面，你可以坐在我们的首位。瑜伽行者，请不要见怪。我有这样的学问，在本地又算是有钱有权的，可是在佛法方面，在他们眼中我连狗都不如。米拉日巴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虚伪狂徒，他是在欺骗人们，我要想办法报复报复。可死的米拉日巴，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这个东西正好能杀死他啊！给他倒进去，让他喝掉这个，然后……大人。大人，我给您倒点酒。好的。大人请用。好。来，美女，过来过来，来坐下坐下啊。先喝点这个啊。哎，谢谢。哎，来喝喝喝，别客气。好。美女啊，你把这个放有毒药的酸奶给米拉日巴喝，我就把这个松耳石送给你。真的吗？亲爱的，我们有过那样的关系已经很多年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既然如此，我这就去送那个酸奶，你等着我。好的啊。拿着。好。尊者您好。请您喝这个酸奶，这个酸奶
非常好喝。你这次送来的食物我不吃，以后送来我就吃了，明白了吗？你怎么拿着酸奶回来了？尊者，他一定有未来先知的神通，他怀疑我了，不肯喝酸奶。啊！你胡说什么？经书上没有讲到有神通的那种人，我敢保证他没有神通。一个乞丐那样的人有什么神通啊？哈！你不要被他吓到了。哎，好，好，谢谢。格西啊，我觉得他一定有神通，他真的不肯喝，我害怕，我不去了。松尔石，我也不要了。哎，亲爱的，你不要这样说。这个松尔石我现在就交给你。啊，咱们既然有过那样的关系啊，正如吃大蒜一样，不管你吃多吃少，气味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如果你把那个事情办成了，咱们就干脆结为夫妻，同甘共苦。我的内外一切财产都交给你管理。现在你快去吧。好吧。拿着这个。好。天哪，我终于得到这块松儿石了。如果真的像格西扎普巴说的那样，他好像没有神通，这就对了。没关系，没关系。尊者您好。给您喝酸奶。孩子，你做这件事情的报酬，那松尔石已经得到了，是不是？那我就喝吧。啊，松尔石是得到了，可是这食物，尊者您不能吃，里面有毒，少与我这个害人精吧。怎么能给你？这毒药我若让你吃了，我不仅悲心不忍，也违背菩萨学处，犯密宗根本大戒。特别是我的化度事业和寿命都将完满，往净土的时机已到，你这食物对我余家是并无妨害，喝不喝并无所谓啊。不过如果上次我喝了，你那松尔石是得不到的，所以不能喝。现在你的松尔石已到手，也满足格西他的心愿，我就喝下吧。你俩做了此事，以后还要准备做许多事，但都不会如愿。你们两人后悔的时候要诚心忏悔，最好是终生修行。但今后这样的大罪，即使性命攸关也不要再做了。谢谢。一心一意向我和传承的弟子诚心祷告，除掉你的罪过，回家去吧。
我走了。去吧，孩子。言不尽信，匪起全图。我只要把那毒物送到他口中就行了。啊啊，你住嘴，放明白点吧。啊，热巴西瓦俄，在尼拉木和定日的弟子和我有缘的信徒来见我吧。与我无关的其他地方的人们，凡是想见我的，也请他们来吧。遵命。尊者，哦，在我们的境界中，这些祥瑞征兆，这是什么缘故？你们这些听法的世间瑜伽弟子中，有些是已登地的，有些是具善根福德的，这都很好，但为数不多。善品天神中的听法者不满虚空。他们用天上五妙娱乐做贡品来供养我，同时也使你们人类能发欢喜之心，所以在你们的境界中出现了那些祥瑞的景象。那么我们又未见到是什么原因呢？天神中也有很多是得到不退转或登地果位的，要见到他们总得要得到天眼才行，至少也必须对积聚二资粮有强烈的愿望和二障习气已减到轻微程度才行。请登地者见了天神的首领，天神眷属也随之得见了。所以要想看见天神，就努力去积资净罪吧。若能这样努力做，可以看见天中的至上，自心谦性。若能看见本性法身，就看到了生死轮回的一切奇景，一切大事就圆满完成。现在我这个老头子是修习真言的瑜伽行者，我为你们得到暂时的安乐发个很好的誓愿吧。다가잘통어송투당을남타를열라잔바당찬남을남타를투차다다가모노기정뜸잘바래쇼마공의긍적의탐제대교갈디입군바니트드나무쿠가와샵샵대비각등골사메따래쇼무쿠남타를투바라신라바포트메따요박도메토신라베키투바잠기졸음결은에삼바잠기인르바라쇼哎呀，哎，
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尊者呀，你怎么病成这样子了？这是给您的，希望你能够好点吧，来，是我们没有福气呀，没想到像尊者这样的大成就者患上这样的病，真是令人难过呀。如果这病可以分给别人的话，你可以分给各大弟子；如果这个病可以转移的话，那就可以转移到我的身上。可是这是没办法转移的，现在怎么才好啊？我本来不必生这一场病的，但生病的原因你应该很清楚。本来一般凡夫的病，与修道的人并不是相同的。不过，对于学道的人，特别是像我，得了病，便是一种庄严了。这病我可以转移到别人身上，但没有这个必要。他对我起疑了？不能这么肯定吧？尊者啊，你是不是被鬼魔缠着而治病了，或者身体状况不好？哎呀，请你无论如何把病转移到我身上来吧。因为被一个最大的魔鬼我执所缠着的人害了我，是我身体不适而得了这个病。我这个病不移在你身上，只移在那个门身上吧。你看吧。他真会耍障眼术，真奇怪啊，但是他根本没办法把病转移到我身上来呀。尊者啊，你的病情这么严重，我实在于心不忍，那就请快点儿把病转移到我身上来吧。我为你分担点儿。好吧，那你就尝一点儿这个病的味道吧。尊者大宝啊，请把病收回去吧，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这个病啊，是我这个毫无乏味、被贪心、嫉妒心、傲慢心及沾染邪见的害人虫造成的。现在我将我的所有财产都供养给尊者，请尊者怜悯见察，使我不受此果报啊。传给你的病不到一半，你就承受不了了。谢谢尊者，谢谢尊者。你诚心诚意的忏悔，这很好。我是个对财产断除贪念的修行者，现在临终时更用不着土地财产了，哪怕一根针都不要。我要的是，从今以后，哪怕性命攸关，你也再不要造与法相违背的罪业。我为你发愿，使你不受这次所造罪业的果报。Pam sandını marvı cavlandırdım, ayı geva bir kirdim. Dilsin mi sarge gevayın, çok nerdik patıl parışı. Kütkir dünhalı tam çadı çanav, dakı evlen ner pon varışı. Lama ahlokunu pamala, not pavşit par nyan reci.
村主啊，我给你下了毒药，做了不少不该做的事儿，而你呢，反而对我大发慈悲，还为我发愿，这都充分说明你就是真佛呀。现在，我决心遵照尊者你的教诲，不造违反佛法之业，终生修行。以前的罪过都是那些土地、房屋、财产在作怪，现在这些东西对我也没什么用了，尊者请您收下。您如果不收，但是无论如何请允许作为弟子们的修道资助吧。弟子告退。徒儿们，我坐在此处的用意是要使造大罪的人生忏悔心，让他们解脱，而我要死在民间村落，如同皇帝死在百姓家一样，我要到去挖坟地去。上师啊，尊师抱病，哪里经受得住这跋涉的辛苦啊，我们用轿子抬你去吧。我有病无病不理，死或不死也不理，我在这里实现了病相，为了实现死相才到屈洼去的。我不用轿子，几位年轻的热巴先到屈洼去吧。你们好，大家好。你们好。你好你好、都到了，你们好。坐坐，请坐。尊者现在到达曲洼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尊者在那儿呢。啊，尊者您好。啊，怎么会呢？你们不要撒谎，是我们服侍师父来的。尊者您慢点。您慢点。那天尊者可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呀。啊，上师你好，上师。那天尊者什么地方也没去，就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呵呵，你们可不要说谎啊，我可亲眼见到了，那天尊者是在扎克讲法的。这就奇怪了，难道这些都是画像吗？无论如何，我们去问一问尊者吧。好的，我们这就去问一问尊者。好，走吧。尊者，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看到尊者，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我是开玩笑的。啊，
尊者大宝，你患病的事，我众弟子应在上师本尊空行护法前上供施食，还要请尊者为自己能常住法座而诵经修法和寻药治疗才好，请准许吧。哦，不需要。本来瑜伽者生病就是善功催促而成的，不需修法攘解，凡有所起皆归为道用，要能病能死才行。尤其是我米拉日巴以大恩师马尔巴的教规早已做了福寿法事，现在用不着援助者和中间人所帮助，外援的仇敌已转化为知心同伴了。对于灾难不需做法攘解，更不用驱鬼赎死，那不祥的臆想出来的魔鬼已经露面，成为修习四种事业的护法神了，用不着去配六珍品等药，那五毒的病现已为五治妙乐，所以不需药物治病了。现在已到时机，此身用升起次第可视为幻天身，用圆满次第则可荣归光明境界，常住法座的修法没有必要了。世间人因造了罪业，做了很多治疗和攘服也无法免除，即使是国王的权势、勇士的武艺、美女的姿色、富翁的财富、神行者的尿床毛腿、善说者的辩才也罢，或是用西增怀珠等事业也罢，总之不管什么方法都不能免除，肯定自己要承受着后果的。如果害怕苦恼祈求快乐，那么我有一个很精深的祈福消灾的方法。上师大宝请传授。这轮回时间，凡是积攒起来的要耗尽，聚合起来的要分离，生了的要死亡，这些苦恼都是决定无疑的。首先要把这些自己为自己安排的苦恼之业抛弃，使不攒不护不造不聚，依照大德大师所说，刻时求证无生之妙谛，这就是最殊胜的方便和攘解之法。此外我还有重要的遗嘱留在以后再说，不要忘了。上师大宝，你愿欲往何方净土去，我们向着何方祈请，还有你曾说以后还有教训，它是什么？关于修行的方法还要再恳求为我等再次教诲。你们乐意何方就向何方祈请，无论何方，只要虔诚祈请，我就在他们面前。若有所求，就要真诚一心祈请。现在，我要到东方现乐净土去朝礼不动如来。所谓最后要说的遗嘱，就是我米拉日巴死了之后，你们所熟悉的那藤杖和布衣是我唯一的财产。热琼巴很快就要来了，把这两件遗物交给他，这是能修风息的元气。热琼巴没来之前，先不要动我的尸体。法主弥勒巴的这顶帽子和沉香木手杖，是以上品见修来主持正教的缘起，一定要给达波医生。这个天灵盖碗，安宗东巴，你拿去。还有这火钱，斯万热巴拿去。这骨质汤匙，职业热巴你拿着。其他曾得我教授的弟子们，把这布衣个人四一片都拿去吧。我的财产虽不多，但每一件都是一种元气，
我最重要的遗嘱就是我米拉日巴一生所累积的黄金裹在一起，连同写成文字的分配方法埋在这火土之下。我死了之后取出来看并照办。至于你们实修的规范，你们切勿为了贪求今生的名誉而喝那毒水呀、啊。要把那名为佛法，实为追求世间荣华富贵的一切虚荣都抛弃掉，要努力去修善法，这样就会了悟空性。了悟空性则升起悲心，有了悲心就泯除自他二相，没有自他才有利众生。能力众生则可与我见，见我就有成佛的可能。愿我与佛及众弟子正成一体，无区分。上师啊，上师、啊、你们务必听我的话，照我的样子去做，继承我的事业。上师，上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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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们，我们向遗体祷告已有六天了，热琼巴还没有来到，遗体已变成了一个如婴儿般大小的天神形状。现在遗体变得太久，恐怕作为我们的供养和祷助的依据的遗体一点也留不下来了。
所以这遗体还是火化的好。啊，那好吧。Thank you.